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王子厨房》。外面飘着细雨，已经有一两天了。然后发现最近特别的无助，想做的东西又没有做到，安排上又安排不上这样。所以有人就有讲，如果不顺的时候就去庙里转一转，或是到外地走一走。然后我现在决定吃完早餐，然后出发到Terra Estiawan 去转一转，顺便拜拜 double go， 是不是很好的借口嘞？其实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去 Estiawan 了，所以决定去吃一次，拜拜。OK， 经过三小时的车程，我终于来到 Estiawan， 然后第一站我就来了生技站。我很喜欢这边的红酒面线，你看它其实是有不同的，你看它的面线哦，它是分开的，它红糟鸡是放在瓦煲的。它这边特别就是这个面线它没有放在一起煮的，其实外面我们普通吃到都是放在一起煮的。喝一口它汤，它汤是比较浓稠的。其实这个你可以泡在里面，还是拿来沾，它沾面这样的方式。哦，摊面线，摊面线真的是夹不断的。你看它颜色很美耶，本色。而且他们这间呢，它其实是自己制造那个酒饼和酿红枣的，它旁边就是生产那个酒饼。它里面还有一颗鸡蛋，鸡肉，它鸡肉不会很干柴，然后又有入味，而且它也没有煮到很软烂那种，它还是有那些有一点嚼劲。然后这一罐呢，就是老酒，看老板这里拿过来，很香，而且它酒味不是很浓的，很爽哎。不知道等一下我可以倒半支来求，而且倒这个老酒啊，它味道整个更浓郁。然后这个是红烧炸五花肉，这个就比较普通一点，因为它也里面腌制没有到很多调味料。这个是炸红烧鸡，真好吃。我吃完这间，然后我再看要去哪一次。OK， 拜拜。现在 check in 了，然后这边就是 apple suit， 其实就是很 last minute 的 info。 房间是80多令吉，还可以吧。小温度，熟悉一下，然后看等下要去哪里吃晚餐，拜拜。OK， 那我就从酒店那边出来，然后现在要吃晚餐，我就来到了一家海鲜楼。我这边呢，我每次都会来吃它这个酸辣鱼票汤，海林锅炉。你看，它鱼票蛮厚一下。然后它有竹笋，然后有一些肉碎啊，然后还有这个木耳、萝卜，啊，还是比较浓稠的那种。然后它最重要还有这个青菜。其实福州料理呢就比较偏甜，然后带酸，然后偶尔也会有辣。它今天这个真的是蛮不错的，而且我之前有几次都是吃了会打嗝。这个第二道，这个就是烂排骨。其实烂排骨哎，它就是拿排骨煮，然后焖了，然后再放进碗那边，然后去蒸。它主要就是上面会有这个榨菜，这个是我们其他料理比较少看到的做法。然后它会有排骨炸，然后再拿下去焖煮，它味道也是酸甜跟辣。它下面还有这个芋头，
而且这道哦也是很下饭。我发现今天他那个榨菜有点少，而且他排骨也是很焖得很软烂的。这个就是好煎，你看哦，这煎的它炸到真的很松脆的。你看，我吃过有些真的是就是简单的，这个就是要大火，然后你高温下炸它才会这样，才会蓬松。那它里面都是小小只啊，哎呦，一定要点这个石雕湾干崩锅辣椒酱。其实这个辣椒酱哦，有很多牌子、啊。我基本上他们辣椒酱都会放那种牌号，而且你看它整碟油炸，其实它不会很油碟的，它不会很刺油。吃完这边，我要好好思考，我等一下要去吃，可能要吃光饼啊，还是先去找爸爸。OK， 拜拜。OK， 现在我就来到张家买光饼，然后我就买了两片大两片小，你看它小了，它刚出炉哦，只是光饼刚出炉都算好吃。其实呢，我之前一直都很喜欢吃它这个大片的、啊、你看它肉馅是比较多，然后它有一点类似叉烧，叉烧包那个内馅那种，外面脆脆，然后底部是比较厚一点，就可以嚼到那面粉面团，然后那馅就是有肉啊，有肥肉，然后有葱，就比较香。吃完这边我在想看要吃什么。 OK， 拜拜。现在来到578，就是578，那这边是吃宵夜的地方。其实石雕湾吃宵夜选择不多啦，好，这间就是578的烧鱼。这间我之前有吃过几次，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一样的。它这个酱哦不会很辣，就是咸香咸香的，然后选了魔鬼鱼。不错，换这边，应该要回去睡觉了，所以我们明天见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好。今天早上我就决定来这里，就是南方茶餐室吃早餐。啊，这里就有那些红烧，然后还有这个馄饨汤。它云吞是比较小的，可是它煎的是有嚼劲，还蛮不错。这一碗咖喱喇沙，它真的是咖喱加喇沙，就是咖喱面的汤加阿三喇沙的汤，所以不是 KL 那个咖喱喇沙，而且你看它面。它面是紫紫的，它没有那个黄面那种碱水的。其实它汤哦蛮特别，第一次尝试咖喱加辣沙，就是有不会很辣，然后它带一点点酸，而且它比例都蛮 balance， 我觉得它料有鱼饼叉烧那道棒。这个早餐是真的是蛮不错的，看一下，这一个就是虾。它是有大概四只小虾，很香的，它三八不会特别辣，可是它就带一点甜。这是另外一个，而且哦，它这个那些人嘛哦，销量蛮好的，大概9点多10点就卖完一整块炸鱼。它应该是汤熬，然后淋上三八，而且它鱼还不错的。吃完这里。再看等下要去哪里继续吃我的第二顿早餐，拜拜。 OK， 现在吃饱了，然后顺便来逛逛这边。
的一个小小的市场。我就在甘榜斯加湾吃早餐，然后逛了那边一个小小渔港，然后现在我来到富庆阳，就是甘榜斯这一间寿面线，要买面线，然后我们现在去看看这里的面线，然后这里面线都是用日光浴来晒的，然后这边的面线是卷成一圈一坨一坨这样的，它不是长条那种，然后除了面线，这边其实还有卖一些菠菜面啊，那些胡萝卜面啊，都是蛮值得买的，然后我平时都会买一些回去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去 shopping 吧，拜拜。